心呐、啊，把它剪这么多次，只剪断自己手一次而已。嘿嘿，就不小心把自己手这样剪下去了、啊，有没有？就变成这样九指神丐。大家好，我是雷雷，我今天要来剪头发，大家看一下我的头发。剪刘海而已。应该。来小猫咪来这边。那个剪刘海。大家会有，大家我也有剃过。快点来。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剪了。等我在地上。好，有点热脖子。有点热脖子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可以了。那我妹妹好像有拍过影片，这应该会连接，可以去看。我看到了。对啊，我也有。对啊，我也有。小姐第一次来吗？嗯？不对，已经来过好几次。是啊、哦，那有认识的吗？招牌吗？嗯，没有。啊？没有。那要我们介绍吗？不用。店里的红牌。不用。不用吗？不用。那我介绍店里的红牌给你好不好？不用。用那不剪的了，不剪的了。你好，我是店里的红牌。来，我是店里的红牌，我叫什么名字？你叫李子怡啊，我在洗澡啦。啊，脱光光了啦。好，来小虎，然后啊。这是修刘海而已，不过前面的头发会长到后面，有时候会剪到后面的长头发，所以可能要这样子夹起来。啊、哦。随便。首先，先把刘海梳顺。对。比较多，比较少，没差。没差，只不过剪平整。我喜欢平。头发跟人比较不一样。啊，介绍，我们这是剪刘海啊，头发也是不会剪啊。不知道。介绍你的那个。从小到大，你们两个就是我剪刘海的。真的。对，好，开张。可以。平常爸爸在剪头发的时候，我都会手伸出来玩头发。像收集头发那样，然后最后。你头发比妹妹多好多了，妹妹头发比较长，长得比较快。你们哪次要去外面给人家剪头发？是吗？还是都给爸爸剪就好？都给你剪。是啊。等你们青春期了，就不会想要给爸爸剪头发。可能国小六年级或是国中的时候吧。因为同学们说：“哇，你这头发好可爱，去哪边剪的？”你就说你爸爸剪的。会不会觉得很逊，很不好意思？不会啦。真的吗？等你国中的时候，连国中生连狗都嫌的时候，爸爸就放这段影片给你看。不要不要，你帮我剪了。我去外面剪头发啦。会不会？嗯？来，看看下面。耶，有更多头发了。
修，修多吃一点。头发太多，跟妹妹不太一样。妈，妈咪洗好了。今天下午不是要去睡觉？是吗？下午啊，只是进去躺在床上，人不睡，就跑出来吃东西。嗯，不要说了。为什么？放心啦、啊，爸爸剪这么多次，只剪断自己手一次而已。好了，可以，过关。看，剪刀这一手啊，你看啊，就上次剪刀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手这样剪下去啊，有没有？就变成这样九指神丐。嗯，看一下，可以啦，下一个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点赞，那就订阅了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